现在我们继续哈，南山女将讲。继续哈，中体篇。主持和尚。那中法师啊，可以看一下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上果下清律师啊这本。我们今天讲的。人因法师就是我们的弘一律师啊，他有非常惊人的智慧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台湾太平洋上面的台东永明佛寺啊，我们实际的地址在台湾哈、啊，台湾，再来呢台东太麻里华园村南北坑58-1号永明佛寺啊，在台东的永明佛寺啊。刚是读到第二支，第二支就是假名咒，非常耶稣继续这么说，殊胜哈，耶稣由此中中分通大圣，分通大圣，由于此假名咒所依的四门的文当中，它具有分通大圣的意义。对，而且主张做一体无臭戒体是有心身体的，登山法师这一些都很重要，胜过前面十法中的主张哦，哈，所以在都是设法的清醒，分心成圣，这是一道，心是正因。那么做戒体。做戒体主张是分心成色，是分心成色，分就是指身口业，心就是意业。那么经由三业造作，受戒仪式而得戒，所以身口二色是依报，身口二色就是依报了哈，心才是得戒的正因。所以说连做戒体是以色心二法作为体现的，四朝千元显称，如此之故，由此之故，假名中主张兼带身口二色的助缘，显示心是得戒体正因，也就是从色心二法。必须相同的立场来说明做戒体，由做出体必假设心，又由于做戒体最初身体的时候必须要假借色心二法，无做戒体是在做戒体圆满后，也就是三法境的第一念才发起，因为是异于前面做戒体，必须假借色心二法才能升起的因缘，故讲物质非色心而二，因此之故勉强的为无做戒体安立一个名称，称为非色非心罢了。第一层纪元是云，纪元体也是说，初有中通事，中二再退出，再有四分假名称，
具有分通大圣义理，所显示两种切体当中，分为两个段落来说比。初序中圣，初段就是叙述假名中比实法中殊胜的理由，就是除了它具有蕴藏大圣的义理之外，在于假名主张一体是由心造作而生起，所以胜过实法中只对着诸多的整体而判断一体是设法的主张，这个叫做序中胜。这个叫做序中胜。分相四体相二，分心成色以下，所以第二段正是来显示两种切体的相状，又分两部分来说明。初明作体，最初说明作切体。分心成色若论有成法，则内外色报在由心造。分心成色这一切的意思，假若讨论到成就一切法来说，那么内就是指色身的正报，外就是指山河大地的依报，那么内外的色报全部都是由心造成的。若曰成业，假若就他成就业体来说，则身口动作皆但是行。那么而且前所巧借的身口动作生理爱可请示体贴，这个都只是心理作用。色是一报等者，色是一报，这是说明若内外相望，假若从内外来互相对望，则国土为一，世生为正。那么国土就是一报，待卵之化世生，所以圣报。若因果相望，则色报为一，心事为正。大声的读，假若按照善恶因果互相来对望，他们身口的色报就是打瞌睡，就是水很无聊才会这样。水助缘心事为称，心事才是驱使身口造善恶，善恶业的主人，所以称为正因。见缘其依报之上，显正其正因之心，正因之心了哈。那么至于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一定要见到身口色法作为助缘，这个就是依报的色法。显正而显正的意思，就是指我们得戒的正因的心，正因的心。此名二法互相舍离，故曰相从。依此千缘显称来说明色心二法是不能够互相舍离的，所以称为互相的依从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依身口的动作来表达内心的感受，依内心的感受来驱使身口的动作。由下自变无状，由作诸体下地文，其次来辨明无作阶梯的相对相状，针对无作阶梯的相状。反色为名，不由色心造错，故意请缘。是相反，作阶梯何来辨明呢？因为无作阶梯是不需要。好，我们先来讨论无作阶梯这边需不需要借由色心的造作，而能够任运的身体。能任运，好。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哈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南山绿再加贝兰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，我们一眼望出去呢，就是这是太平洋啊，这是太平洋，对，
好，那我们也从这个区块我们继续来谈，刚刚是南山绿再加贝兰的60页，好，第60页假名中，好，第2支假名中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例文，这个都是文字呢都无法改变的，就是佛所制定出来的一字一句，好，那佛的本怀，我们是要学习佛的真正本怀，那这些字面我们也要很清楚啊。